我是理查叔叔，学生在和我交流的时候，有的会提出怪怪的需求，或者是我主动给他一个怪招，就是想要在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，快速的体验弹唱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会省略和弦的按法，本来只有六根弦，我们只玩三根弦。你看看这个例子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等我妈妈做什么？